已经是啊，大家都众所周知了。那今天我就想出个难题考验一下，他俩到底有多么了解彼此？毫不了解是吧？那啊，咱们就来一个默契小提问啊，默契小提问，六道题，咱们回答到三道题就行，回答对三道题的。很难。这样，咱们再加上阿晨、桑吉，就是虽然我问的问题，你们俩也一同作答，好不好？一同作答，看看到底是你们俩更了解他们俩，还是他们俩彼此更了解彼此。好啊，咱们还是拿出刚才的那个本，可以咱们翻到新的一页吧，蜜姐和丽丽。Okay。 好，那我出题啊。第一题很简单，就是咱们秘密的本命英雄是什么，请大家作答。好，蜜姐先写出自己的正确答案啊。好，都写完了是吧？来，好好，那我们先看我们蜜姐先亮出你自己的正确答案。本命英雄吗？元哥。元哥呀。嗯。哇。这个比比应该都猜，因为比比都不知道有元哥这英雄啊。哦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哦，这么深，那你猜的是什么？貂蝉。貂蝉啊，因为。蜜姐有时候老玩貂蝉去修，对，我昨天跟他玩就玩的是貂蝉，那貂蝉1v5是吧？蜜姐经常在游戏区，没有，很秀的英雄。阿晨写的是，我也猜的是貂蝉啊，你们也猜的是貂蝉吗？因为貂蝉是我就是觉得就是游戏中是我的女神，然后蜜姐现实中也是我的女神，我就猜貂蝉。要不我们走？突然感觉人情世故，人情世故。对，好，那桑吉，你猜的是什么？蜜姐猜的是墨子。墨子为什么呀？以前跟蜜姐打游戏的时候，蜜姐就玩了一个墨子，感觉玩得很好。哦，就是去年的那一次录的那个。蜜姐英雄池很深啊。没有，元哥是我编的，其实我不会元哥。你就是想难住他们是吧？一个敢编，一个敢信。好。我们都知道秘密和比比合唱过的歌呢有很多，咱们写出其中一首就可以。没有唱过，他不会唱歌。他不会唱歌。他这个我就知道写了我就知道。好我也就知道。好，就知道，就这样。好，那我们看一下正确答案吧。比比爽。笔记和爱的供养。笔记和爱的供养。那阿晨、桑吉呢？我写的小幸运。没有，我没唱过。好，比比除了唱歌以外，你们觉得他最大的爱好是？他不会唱歌。是他的最大的业余爱好。想好了。好，那来蜜姐打王者。也有，现在是打王者。现在是啊。对，蹲草丛。阿晨和桑吉呢，你们觉得他是？我也是写的打王者。打王者。因为刚才我听蜜姐他们说，他们昨天还开黑的。跟比姐。OK， 那下面一题啊，就是说你们觉得两位在开黑的时候是会激烈的一起讨论战术，还是听从咱们一个人的指挥？就是说白了，你们觉得他会是蜜姐一个人掌控全局 ，control 全局，还是说大家会一起讨论？我没有战术，我不懂战术。那平常比比在玩的时候，就是听蜜姐主要指挥呗？对啊，昨天他指挥啊，就是开麦了之后，然后他指挥我。蜜姐，你会指挥他到多细？就比如说他玩辅助的话，我就说一级跟中路先清线，然后咱们转线，跟我转上或者转下，我说或者你去保射手，你不用管我，就类似于这种，你去哪儿给他视野，你在前面草丛看一下，这类似于这样指挥。是这种。因为其实黄金白金局没啥可确实那什么的。对。但是也还是挺专业的啊，中路清草，一级先上去。那咱们最后一题吧，就是说你们觉得啊，咱们蜜姐王者荣耀的超神搭档啊，究竟是什么？好，那我们公布正确答案先。是真我 GT Neo 3。真我 GT Neo 3的手机啊，其实
说到这块啊，首先啊，我们觉得刚才答题呢，咱们胜负无所谓啊，主要是大家开心嘛，啊，主要呢，先是啊，